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新鬼王城二宝箱85》优乐片段145，元神一条龙 4.8 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好，那我们这一批啊，开始来到这一个帽子下方的这个锚点啊。好，那过来之后，在我们正前方这边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央应该是有一个优乐片段啊，这个不小心被我拿掉了啊。那我们现在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过来，这里有一个发光点，那它是一个金属盒，拿到它，拿到它之后从旁边楼梯啊往上走，楼梯往上走，注意楼梯的右侧啊，这里有一个金属盒，拿到它之后继续沿楼梯往上走，正前方这边一个普通的宝箱，开启它之后，西方向九左边先过去把锚点开一下，往上走，先开一下锚点。好的，开了锚点之后，我们再往东北方向低头一三角过去出发任务。好，那这里触发完任务之后，往东北方向 D2 转角这边走，这条路走过来，走到前方这两个小人这里，然后往北方向 D2 上方这边过来啊，这里有三个宝箱，那这边过来和他参加一下比赛啊。好，这边与莽撞小人组队啊。好，那这个话记得走得比他快一点啊，过来开始挑战，然后走得比他快一点，把这个胶水拦住，然后让他自己走到终点。好，这样解锁一个普通宝箱，开启。好，然后我们再来和红色的贪吃小人组队。好，开始挑战，来到箱子这里等他。他要水果，我们放个苹果。好，来到第二个箱子这里。这边要肉就放个禽肉。好，继续往前，他要什么就给什么。最后来个甜甜花。好，金质宝箱解锁，拿到金质宝箱，再来和最后一个蓝色小人合作，纠结的小人。好，然后开始挑战，在路口等他，这里选择往右走。好，在第二个路口等他，这边选择往前走。
好，那我们再拿到这一个华丽的宝箱，拿到这一个华丽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墙上有很多这个壁画啊，那我们沿着楼梯往上走，微信机沿着这边楼梯往上走，左拐，那在这个位置啊，二层转角这里，这里有一个空的，这个空的我们选择画只小青蛙。好，然后再继续跟着箭头往上走，这边最后一个空的啊，这里画只小飞鼠，我将出现一个珍贵的宝箱。好，那现在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跳下来。哦，这边这里有一个捉迷藏啊，来捉一下。好，那我们在北方向地图上方啊，这边这个车子里面啊，然后贴着墙绕过去，左边绕过来，在这箱子上啊，箱子上这里有个蓝色的小人。好，然后在东南方向地图下角，这里一个黄色小刃。好，然后再过来拿到宝箱。宝箱，拿到宝箱之后，在东南方向地图下角，这边上来。好，那这里的话是绿、蓝、红、蓝啊。A 一下，再 A 一下，再 A 一下，然后踩到绿色，然后跳过来踩到红色，再跳过去踩到。应该是他踩到绿色啊，然后跳过来踩到蓝色，他自己再跳过来踩到红色的时候，再 A 一下让他踩到蓝色啊，这是绿蓝红蓝啊。好，这样我们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拿到之后再往我们面前啊，再往我们面前这里爬上去啊。行吧，那就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走过来，打这个发条，然后走出来右拐，这边走过来再左拐，这边一直往前走，那走到这里之后往我们右手边啊，不要跟着这个飞过去啊，右手边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里爬上来，这里跳起来啊，来到这一层再继续往上跳，跳起来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飞过来，这里用这个魔线飞行啊，飞到前方这个平台。好，这样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啊，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里在对面有一个红色小人啊，我们要飞去到那个红色小人的地方。好，飞到这里，然后跳到对面啊，跳到对面这个平台，在这边这里有一个跳得高的这个东西啊，跳起来。这边我来试试，拍个照，拿到这个摩拉堆。拿完这个摩拉堆，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啊，在对面东南方向地图下角对面啊，这里有一个现实挑战，这边我们直接跳过去，再飞过去。好，来开启这个挑战，这边套出弓箭手角色啊，魔线飞行，来 A 一下，再 A 一下，好，左手边走出来，然后再打这个风史莱姆。好，打炸药桶啊。好，继续打风史莱姆。哇，那挑战完成，出现珍贵的宝箱，开启它。拿到这个珍贵宝箱之后，在我们东南方向地图下角这边往下跳啊，直接往前飞，等等，来到这边那个算是城墙啊，这里一直走到它的尽头，无比行进，走到尽头有一个普通宝箱，拿到这个普通的宝箱。
好，那拿到这个普通宝箱，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地图啊，这边这里，这边这里有个挑战啊，一二三木头人。好，这样拿到这个精致取材有风，拿到这个精致宝箱，然后在东北方向地图上角低头，这边跳过去拿到这边的优乐片段啊，拿到之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跳下跳下来啊，这里是一个这个啥来的啊，然后现在我们站在宝箱这里，也往西北方向地图转角，把这边这个箱子啊给它打了，把箱子打了啊，打了之后我们再过来，这边。平 A 这叫啥来的？这个是发条啊 ，A 一下，然后让右边这个红色的小人啊跳到这个啊跳到这个啥上啊，然后底座上啊，这边再来打胶水啊，啊三头胶水打出来，然后回头再来 A 这个发条，这边在这里站在宝箱这里等就行了啊。好，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啊，拿完了这个珍贵宝箱之后，再往东南方向地图右小角这边走，跳下来，这边有棵树，树旁边这里有四个这个什么胖胖鼠啊，这边点接送给你。好，然后解锁普通宝箱，开启它，拿到这个普通宝箱之后，往南方向地图下方啊这边这里爬上去，就箱子的二层这里爬上来，这里有一个普通的宝箱，直接开启。哦去，那开启这个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这边跳下来。好，那这里的话，我们把这里连接起来啊，把这边连接起来啊，然后过来打发条，让他们排队，你排着队走。好，那现在我们再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拿完之后往东方向地图边啊这边走过来，在背后这里有棵树，树旁边这里有这个落叶啊，吹散它，有一个普通宝箱。好，那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弯角这边这里打一下这个发条，再打一下，把我们自己弹射这个弄上来，弄上来之后看到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啊这边这里这个什么魔线飞行飞上来，哦，这里有个挑战，来做一下这个挑战，掏出弓箭手角色。魔币星星，好，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那拿完这个珍贵宝箱，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啊。好，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145个优乐片段啊，差点忘了对了啊。好，下一批再见啊。